后会遇见他吗？不后悔呀。问你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曾经相聚过。你飞心底彼此约束，并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就和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这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和我。www.yaoqiamix.com